我无资格做你的客，怎么样？你已经把我赶出去啊！我嘛无命要见你啊！我唔知。我讲的都是气话啊！你哪都会听入去啦？无安尼啦，我甲你分析的，敢袂严的？哦，我无应该。 甲你讲伊遐的同话，啊恁你敢袂当原谅我？哎，甲袂，甲袂，甲袂，我毋是怪你啊，我是。哦，阿三天啊，迄地道为着要阻止你做公代志，伊都已经遮尔啊拼命啊啦，你都莫阁互伊伤心啊，好无啦？阿三哥，算我情理啊，我已经到糊涂啊。 我需要一个头脑清醒的人，伫身躯边后替我活。你若是因为我讲的气话去做戆代志，我问你啦，我要安怎去面对长官？甲讲，伊阿公还是伊妈妈，我哪有这个面去面对我的乖孙啦？啊，去别。 是你啦，是我不好，我害你受伤，我搁害你伤害你家己，是你害你吃苦啊！好，莫胡讲啊，跟我等。 哎呀，今仔是得跪安怎的啦？天哪，安尼真正想袂开哦，你都无机会通跪啊啦！阿伯，我真正无变好见你，不管你要安怎处罚我，我拢无话通讲。还不过有一件代志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正无伫 DNA鉴定报告内底动下手，你害我检体，我都马上提你到迄个假地所完比对。 也毋过结果出来，就是无符合啊！你相信我，这件代志我绝对袂骗你。也毋过，昨昏伫鉴定的时阵哦，自头到尾，我拢伫鉴场啊，我也无看到有啥物代志有重大着的啊。我回答啊，我回去的时阵哦，我有问过慈童。 慈通讲，因伫咧外口等的时阵，伊有看到万条万哦离开一阵仔呢，啊，转来的时阵哦，态度完全拢变啦，啊，敢若有食着一粒仔定心丸共款，变甲足嚣掰的，而且哦，佫唱煞轻哦，唱甲足歹听的呢。有即款代志？万条万伊伫咧一段时间内底变鬼变怪，若无，无可能是种结果。 这个万条万啊，我相信啊，伊一定会有真济方法啊，来换掉这个鉴定结果。也不过啊，我想啊，这根本都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一定啊爱有预防，绝对袂当好万条万啊，啊咧乌白布啊。萨肯啊，你绝对哦！ 袂当阁遮尔啊冲动啊啦！我听地当安尼讲哦，我相信地当的心肝内一定有计划。咱听地当安怎讲，咱就来配合。即马千万唔通打草惊蛇，万条万啊，伊即马掠水已经骗过我，一定啊真得意，啊咱就趁伊啊无戒心的时阵，偷偷啊，互伊骨卡锁出来。
真好啊，你当想通就好啦。我甲将军甲我的人生拢放下下代志无啊，结果我得到啥？一句我永远拢无想要看到你，就是我三十几年得到的回报。你确实真无公平啦！你想要讨我偌济？我甲你斗相共。我不爱钱，我只是要钱一口气。会当让戴清波痛苦的，就是继续饲上讨厌的人。那个人就是你，赖条湾。戴清波给你的只是风力基金台湾的代理权，也毋过伫个国外，也阁有收着真侪钱，这是伫个台湾的几啊百倍。是啥物人在还我真清楚。我会当把国外的户头转去万条湾的户头内底，那么等于是伫个电信部的财库面顶钻几下空。等到伊发现伊的钱流出去啊，而且是流去万条湾的户头内底，伊毋知去甲变啥物款。我想着感觉足欢喜的，上好是甲伊活活气死，安尼又搁较完美。你这决定哦，真有智慧。我要好好认真考虑一下。买还是不买，凊彩你啊。飞弟，我不是找你报仇，就是找戴清波报复。看你是要收伊的钱，还是要当我的刀，你家己决定。我真正愈想愈糊涂状呢。我感觉甲张世清合作。啊，是有风险。你若知伊毋是乌坎，安跳？但我毋早就讲过啊，伊即摆已经走投无路啊，伊阁捡电信波赶出去啊。啊，伊会想要报电信波，我嘛袂感觉意外啦。谁？是谁？这么恶贼，给我出来！是因这个恶一个假面人阿婆，超过伊定讲面头前陷害阮妈，害阮妈今物唔知拢秘伫个倒位咧伤心艰苦。恁讲，恁是毋是应该用恁的命来赌啊？哼，实在有够好笑啦！倒正恁妈搁讲高高低，硬要甲阮阿合作。你讲恁妈唔知秘个倒伤心艰苦，我一点拢看袂出来。看起来你真正就无了解恁妈的，妖魔鬼怪的话，免甲伊信道。万条案，你欠阮小妹一条性命，即马可能害你身躯变作假地所案，抹阮血清，退缩未少。咱今仔日做一届算互清楚。王友德啊，甲恁小妹王友芳的骨头。拢会当拍过啊！你怎么雄雄来找我讨一条的？敢会想好笑啊？苍蝇！这棍是我替阮有爸的哥拍，直接搞死！这是我替阮妈拍的。说，你就是搞坏什么？你要动手啊！说，说这里。说，你不要跟跑。有点，你敢对张扬动手，你生什么查某囡？你是在讲啥？我的目标是你。是你假搞俩准讲我上准的时，才给伊敲倒。即摆怪在我头壳顶。王玉蝶，我当然知影，以我即卖身体，无才调甲你硬当呢。
啊，不过你们俩准讲你香港遐红点，是咧甲你讲双手，只要我手来，你马上去十八层地甲报道。放伊抓，因为我要跟伊合作。张淑琴，妈，你敢不知道你安尼做，等于是反叛阿公。伊都已经不爱弟弟啊，你搁叫什么阿公？咱母阿囝对伊几啊十年啊，伊完全无带念这个情分，一脚就把我踢出去。伊连恁爸拢无想要挽留啊！伊这么绝情，你何必要带着这个情分？是，小琴，刚才跟黄秀拜道歉，不然我们爸也惊死我。你即卖意思是，你不愿意跟我徛同边？你就已经不是迄个我熟悉有正义感。有义气、正直的张雪琴，你叫我要安怎跟你徛共边？既然你安尼想，我嘛跟你无话通讲。将军，你过来。我。啊！你安尼做，根本就是逼阮跟你切断关系。我不要跟你扯这个大汉。既然你嘛安尼想，安尼我跟你。爸不会谈讲啊！妈，我拜托你回来阮身躯边，好不？你莫安尼，好不？是不是会当看到咱家的面子？我有得，起码给恁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叫伊给我拍做旁秀；第二，叫伊收手。是万条万，你安尼讲，敢袂对百姓过无公平啊？你要记得着，你就是这坚强的女性，只是我想袂到。这样你没看的打击，这该你就倒啊！那你就应该面对现实。妈，来走。